時間嚇，咱誒家陣嚇有推嘅推到嚇，我甲大輝嚇啊莊新宇個阿倫嚇合唱了一首這個福建甲潮州嘅這首《有影無》嚇。其實這首歌是我從來唔捌唱，所以頭一擺嚇，然後我試聽啦嚇，因為土腔實在是一本一段，我本一句，然後伊食一句，伊食一句，我食一句嚇，啊試聽咧，今尾全句我食甲了啦嚇，来听听。有影无潮州版的吼，哎，现录就是个，来去来去来去，这首歌也要唱，因为我行我家己袂去，我也不晓得我，哎呦，哇，帅哥，我家己是一个我行的吼。这首啊，如果现在直播给陈雷看到，可能在台湾他自杀了。对，福建歌跟那国家潮州歌，哎，真的好听啊，真的很特别。一改了，那个柔度马上出来。对，哇，厉害！第一季他是会比较生硬一点。对呀，你为什么会在那个表演赛的时候会选这首？这个
这个算是见面礼嘛，要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就是把福建歌儿翻成潮语歌，让人家接受的会更快。所以本来想无看这节目，给人家这节目的人吼，会定入十强入去第二圈的人吼，听伊讲话就知影。你看讲话叮叮叫的啊，迄讲就入圈；讲话爱惜，迄讲是潮傲的。 所以你要讲话，今天真正小心，人咧爱出的啊。所以讲，恁本来吼，出你也不要 steady 的对不？输了，反正有去过电视机吼，去一个六百上少。对，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啦。哎，胜败来兵家常事。对啦。哎，打败出全部，无讲包赢的对不？对嘛，就讲老大，古叫讲什么话呢？我叫了讲我叫话啦，所以内行的，就做你大。啊，我叫大，我叫话啦。 有直播了吗？害我叫我大粗话吼。无啦，因为集中是吼，好好先生。好先生，无了，拢我讲你阿爸，你爸抓狂了嘞，要无，马来西亚算算来。到底是阿公还是阿伯？阿公啦，我叫做阿伯就是了。你想我是陈建斌啊？我十七岁才做阿伯啊。我讲我当你阿伯，你阿伯怎么当阿伯？做阿公了。哦，恭喜恭喜！你老家孙啊，真趣味。趣味啊。哦，真趣味，结婚了，你看真欢，你看我过，生出安尼命个孙啊，真个上会通。我讲明牌。 当时我的汤好烫，哎，当然，这是有这情况啊。来，谢谢我们的麦慧。多谢，感恩，谢谢。所以哦，你家己看啦，因为哦，你看各台的人哦，虽然大家拢咧逐工做阵，逐工相伴，逐工拄见面，但是咧比赛真点也着无朋友了哦。我不知影这个比赛哦，那上届冠军古瑞王本无人知影，敢若是还未宣布，去年头奖 cash money 2万哦，二十千哦，其中一万块哦，上蛋白都是陈建斌哦，真侪人计想真正欢喜，哇，第二名举到一万哦，伊蛋白伊叫做武判什么啊，迄一名迄条歌就开到一万了，所以讲伊拢开计是白开的吼，因为他掉了差不多有三四十位哦，那些有做兵啦、做军将啦、做将军啦、马啦，拢总出来哦，真的不简单。来啦，所以讲。